今年活泼玛丽皇后，我真的快气死了。因为呢，我搞了超久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居然说，如果要重新，就是你要把那个关卡找出来的话，你必须要重玩呐、啊。就是你的那个选项要重选，就是这个要去哪里玩啊？关卡是马里奥一日，或者是说什么？啊，我先算算。啊，关卡一之十哎、欸，有啊，为什么还是打不赢啊？发问商城后的设计图。哇，这什么时候出的？我把那个东西给做出来就对了。帕温商城在哪里啊？哦，所以我们要自己来这边找这样子。我在这里，好像它有些需要钻石。嗯，我找很久哎，好像它有一个鞋子啊。我今天讲太久了，我们抽一个玩家。赫斯，这应该是他裙子。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固定在某一个方向？晴空之歌，想介绍一些时装给你们认识一下好了。好，大家其实可以去收集那些装饰品，然后赶快把它过上去啊。对啊。大正浪漫。